多少钱？直接说价不行吗？就是你直接，你别让我也不知道一只多少钱。你知道我没考上大学，你老让我算数。我也不知道这一个多少钱啊，我是两只一起称的，两只1200块钱。两只1200块钱，你直接说价格得了。你一天你老让我算数，老让我算数，你知道没？你管我这一只多少钱？我也懵啊。你老刺激我没考上大学，我发现你是。他也没考上，我也没考上，咱俩一样媳妇，我还没你学历高呢。他可能他不会，他让你算一下。对，我的小刘强。哎，这东西。黑色的笔没了，老铁，没了就没了啊！没了，老铁，卖爆仓了，卖爆仓了，下回吧。